保安，9月22号，在绿灯。哇，在这里看起来很漂亮，但是手机不好意思，没办法拍起来。好漂亮，就是，天空呢，星星好多好多好多啊！这里是绿岛的灯塔啊、哦，这个地方哈，朋友们看一下，那里是绿岛的灯塔。啊，下面那个白白的那个地方，好，下面那个白白的地方就是月亮，在这里看非常的漂亮，但是照起来没办法，这手机上没有办法把它显现出来，好，可是就是在这边，而且呢，这里的话，我的灯塔的右下角的话，这就是一个一家就是西湖，是一个欧游客的西湖哈，起来的话就是现在。9点的时候，看一下，8点多。哎，爸，你说现在几点？快掉上黄昏。哎呦，那个月亮真的好漂亮哈、哦！那有人呢，在这边哈，在这边玩呢，在这边吹海风，哇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，真的好棒！满天星星啊，但是我这里照不起来，不好意思。有，那个好像是卫星，比较亮，对，有几颗卫星可能比较亮，看起来比较亮一点。啊，但是很多的原窗的星星的嘛，就照不起来哈。啊，那个就是你看看不到啊。现在就是那个绿岛的灯塔在那边转，有没有看到？绿岛灯塔有一个光，等一下转过来给你看。来，啊，它还有月亮啊，好漂亮！来，等一下，咦呦，有个赞给啊，它带有个赞给，它也会有一个光束，有没有？哎，没有看到。还有一个光束，来哦，一个光束，爸爸们来看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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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到，嘿 ，OK， 好，朋友们，很棒的哈，绿岛，我打算在这边2天，今天第一天晚上哈，刚刚呢去，刚刚下午来的时候先去潜水，人生第一次背着氧气筒下去潜水，前后2个小时哈，就是整个的过程下2个小时，非常的不错的一个体验哈，费用呢是2500块，但是他就是3个人带我们2个人哈去那个去潜水哈，我个人觉得很不错，我再找个时间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下哈，我们现在摸黑，老师去喽，啊小心 ，OK， 拜拜。